既然你诚心诚意悔过，我们就不能大发慈悲地放过你，加入我们九川美食会的男子，必备我们挑剔仪容仪表。请吧，少主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住，站直了。 只有对自己够狠，才能加入九川美食会。千万不能对自己松懈，相信自己，从今日起，一粒米都不许吃，明年定能挂住铜钱。谢谢，谢谢，来，三心，接着吸，挺住，快好了。啊！公狗妖，猿猴臂。 偏见对男子本就这般苛刻残酷，你本就是下品，更要在这精益求精的路上砥砺前行，再创辉煌。腰这么粗，吃一个月青菜肯定能瘦。别气馁啊！你怎么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了啊？不服？我就是觉得。 我以前对你们确实太过分了。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你一命。嗯，那我今年年夜饭我不想进宫吃了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吃吗？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确实太冷清了。可以啊，你做，做不好吃，重做。我学。